咩事啊？好痛好痛。OK，我帮你check啦。 check 紧血啊，呕咗衫。 心跳好慢，可能系 fatal distress， 要即刻开刀攞 B B 出嚟啦。咩？B B？唔使惊啊，我去睇完 B B 出世，佢哋冇事噶。 可能係佢哋 clamps 啊喎，而家出個仔就攞 blade under pressure。 剪磁带啊！剪磁带啊！冇 pulse， 冇呼吸，即刻插喉。 0200:1:1ml。打。0203:1:1ml。打。0206:1:1ml。打。0209:1:1ml。打。0215:1:1ml。打。 点啊？冇啦。 拎出嚟之前已經唔好停，繼續崩，我叫你繼續啦！咁劇烈嘅，而家有 Brady 喎，阿低咩事啊？ 大流血啊！冇啊！再咁淋落去唔掂噶喎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 妈咪等紧你噶，你唔走得噶，翻嚟，翻嚟啦，翻嚟。姨妈，唔好瞓啊，有双彩虹啊！
阿芬。对不起，叔叔给我留你多好。对不起。谁问明镜？叶曼，嘘 ，B B 就嚟瞓着啦。藏住噶，我要去睇我个仔。叶曼，我要睇下我个仔啊！你听我讲，做乜嘢啊？对唔住，我哋救唔翻佢。佢出嚟嗰阵，对唔住。Thank you.
关你事噶，唔关你事噶，系我啊。B B 出嚟嗰阵，仲唞到气嘅，但系其实呼吸已经有困难，我应该即刻帮佢插喉。系我唔好，系我衰，我想体谅啲，俾佢自己试下先。点知佢突然间 collapse 咗。你讲乜嘢啊？你话你帮我睇住我嘅仔噶，你讲乜嘢啊？你做乜嘢啊？